32强确定国家名单确定之后，陆续就有部分客人来询价下单。到目前为止，前期的订单基本上已经出掉了，有部分是老顾客，有部分是新的，他们就直接被举办当地的商人，对这方面有需求的来我们这边定制。销量比较好，最大的单品应该是这种串起，这种32个国家拼到一起的嘛，可能就是各种装饰场合用的比较多，大概1-2成吧，波动不会很大。那像今年因为是世界杯，所以他就是把这一块可能稍微带动了啊，所以是销量方面比去年的这两年要稍微好多了，增了40%-50%，那个是肯定有的。巴西的，然后阿根廷的问的也挺多的。像因为我们以前的话就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法国的啊，这几个国家特别做的多一点。我目前算的可能是20来万个，应该是有，对，20来万个。